哎、欸，小明，下面顺便骂一下。骂一下噻。哦，骂一下。谁呀、啊？我跟你讲，不要在这边滚来滚去回家，现在又弄到我妈，反正跑过来这边跟你讲话这样子，我真是很烦了。跟你讲，分手了，分手了，真是没有用了。每次都是这样子的，跟你讲了几十次了，完全是不会懂的。我跟你讲，讲了几次我跟你分手了，但是每一次这样子，你是很吓死你，怎么很多顾客投诉你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跟你讲了几次了，你都是完全。